我在30多年前是做美容的，我的发型就是很简单，我要给我的顾客一个最好的效果。我们又在一直的研发，一直的进步，一直的去寻找一些更好的产品。这个就是我们当初为了让我们的顾客怎么样美丽起来，这一个发型我们有了我们的 Zelvi 品牌，到了 Blasanda， 到了 Green， 到今天的 MMM， 我们只要一个对的发型就能够让一个品牌真的来到了市场，帮到很多的人。 Zelvi 这个品牌不是我们在经营它，是它在经营，带领着我们一直的走到这么多的国家。当然你一定要相信科学，你要相信医学，你更应该相信 Zelvi，因为这个品牌刚才所讲的顾客使用了，他来告诉我们他很好，他很有效，所以他才能够一个品牌在市场上20多年。所以也就是顾客的认同，顾客的满意，让我们自己本身一直在进步，一直在研发更好的，所以才会从 Zelvi Blasanda 到 Zelvi Green， 去到了今天我们要推出的这个 Zelvi MMM。 今天 MMM 我讲的就是尊严，让自己有尊严的，可以在自己的生活里面更有价值，更有尊严，更优质的让自己活着，让自己长寿。希望我的顾客得到了尊严，得到优质，得到长寿，或者是更有价值的人生。感恩你们这么多年来支持我们，一直不离不弃，也就是因为你们的支持才让到我们有更大的动力，希望我们能够帮到你们更健康、更活力、更美丽，最重要的就是优质的人生。 Zelvi MMM 年龄我在乎，年年25 Yes。